7月24日 ，GFNC 官方报道称 ，FNC 方面已经与丁海寅完成续约。FNC 接着表示，丁海寅是 FNC 从发掘到培训，都是通过特别的方式培育出的第一个演员，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成为了续约的基础。很高兴能与一直合作过的丁海寅继续同行，我们会通过国内外活动的支持，给对演戏很有热情的丁海寅一个持续成长的舞台。另外，丁海寅计划将于下半年携新作回归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小哥哥丁海寅的新作品吧。非凡娱乐整理不到。